由公策会指导，彰化县青年创业协会与 Link 商店街联盟共同主办的 Link 无限可能全国大专院校行销创意竞赛活动，24日在彰化师大活动中心举办颁奖典礼。彰化县政府公策会这次以彰师大合办的行销创意大专MBA的一个创意比赛今年是第四届，我们去年也在这里办，受到很业界的喜好，就是说这边的创意我们能协厂官协一起 来合作，把创意带到我们的产业界里面去，让产业界知道新的思维新的创意融入到产业界里面，然后让产业界有新的目标方向可以来执行。我们就是一起讨论了很多，然后就是也跟老师就是讨论修改很多，然后最后就是才完成这个作品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就是很满意这样。行销方案就是刚开始都想不出来一些很创新的，就是每次都要等到最后大家已经想不出来，然后摊在旁边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些新的东西，然后每次都以为自己已经做到很完美，然后每次给老师改，然后又被打回就是原来的可能50%吧，就这样一直慢慢修。Link 无限可能全国大专院校行销创意竞赛活动，以台湾特色产业透过产官学合作模式，鼓励学生以创意行销理念、多媒体制作、文创商品设计，协助台湾特色产业发展，创造无限商机。公益频道张华云彰化采访报道。